偷偷的进去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这期，然后我们就上热搜了。我告诉你，飞翔法兰克夜闯天坛，他演纣王已经入魔了。对。整个中国一直以来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。哇，这个漂亮的，它好像在发光的样子，真的很漂亮。我们能进去吗？不让进了。我还以为我们在绕的可以进去。我们可以翻进去，待会偷偷的又被抓起来，是吧？我们一起进去，可以啊，偷偷的进去。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这期，然后我们就上热搜了。我告诉你，飞翔法兰克夜闯天坛，他演纣王已经入魔了。对，这是我的地方。嗯，哇，现在有意思了，现在有点像那个宫里面打着灯笼，恐慌的前夕。你害怕那些鬼故事吗？你会喜欢听吗？我很喜欢听，yeah, 我很喜欢，可是我太理性了，我不迷信，它就是一个想象嘛，就跟科幻一样嘛，我其实觉得最可怕其实是科幻的某一些，像现在都成真了，像那个人工智能，那个才是真正可怕，所以 AI 是真的 ghost。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灰心，我的朋友有时候会跟我说，你不用那么担心，你要。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 pendulum， 对，是啊是啊。所以你昨天你跟我说，对于年轻人，可是他们还是会找到他们自己的方法，所以这个 pendulum 还是会有办法划回来。对，而且人就是不就是在这些 struggle 里面找到自己的这个自己是谁吗？你看之前我们乐观的技术的变化、全球化，然后包括。世界更为一体，这种趋势都消失了嘛？都变成一个 dissolution 了，现在变成是，对，他们就所有的美好的部分，那个 dark side 开始出现了嘛？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出身，那当然你以前对这些都批评这些变化各种，但你好像越来越变成了，你要找一个个人的解决方案，时代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，只能去找一个 personal boat。可是因为我现在62了，然后我开始把我的视线的边缘就开始收一点是吧，收一些了。我因为我也很明显很清楚，就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也不是属于我的了。我该做的大部分也都做了已经，然后那我觉得我呢只能去旁观者看着。我跟人交往比较少，就是因为我不太想要失望，或者是被伤害。是的，是的。我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一个比较灰暗的人，其实，所以你一直说我阳光，我觉得特别好笑。这是误解多美好啊！往那里面。好，那我还是向你这边吧。好，好像习惯了。好。对，但是你能够。保有那部分你自己相信的价值，然后你创造那些事物，它一直保存在那个地方本身就很重要。一个社会又不是单一价值观出现，可是旧的会慢慢的消失。那个哇，这么漂亮，天外来客来了，他说是可以适合你。但我觉得他们会以变形的方式重新出现的。京剧当年也是个创新呐。对，它会变，对啊，可它变的样子肯定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就是，所以就是一代一代人的，正常。干嘛总让你喜欢呢？是吧？哇，这些地方哇，这很妙，没有打灯，好像可以拍电影，这就是一个，有感觉啊，纣王走一下呗，遇刺之前，我需要我那个讨厌的大袍，我沉死了。最要命的是那个帽子，就是那个，前面还有那个，对对对，然后每拍一条就要有一个巨物得跑进来，用手按住，别晃了，别动，好，跑出去，
然后就拍，突然门开了，哇，这感觉像车开过来，这一次他们就像未来世界来过来的人。嗯嗯嗯，这么一个你说看起来这么好的一个人，那一天到晚想犯小错误，想恶作剧，就他是一个全民的偶像，你看起来顺应时代的，但他对时代很多东西充满了看法。嗯，就他的某一片就被分发给十亿人嘛，看起来得到了一个巨大数量的一个拥抱，但他内心那些东西可能始终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拥抱，而且出于十亿人对他这个关注，大家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敬畏和远离吗？我们得在这儿过夜了，墙外就另一个世界了。怎么等人开门是吗？那有人开啊，有时候啊，旁边有一小门，他有时候游客什么太晚了，他就不开这大门，开小门。嗯，老北京人了，真的吗？你呀、啊，我可以说我妈妈是北京人。对，你不是原来花市的吗？对，花市没错。哇，你怎么知道啊？那肯定的呀、啊，是吗？老师还不知道吗？嗯，花市的姥姥家。对对 对，我姥姥老家就是花市，姥花市，对，上二条，啊、对，花市上二条。你家离这儿远吗？我就天津人的，老天津一辈子长的，我快七十了。啊，你最早对他什么印象啊？对费翔老师？当然还是最一开始从一把火说起。春晚吧，春晚肯定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您怎么知道他姥姥家是花市的？当时都知道是吧？原来我们看，因为喜欢他嘛。啊。看他那些歌啊，那些介绍啊，是吧？嗯，刚才一走，我一看，这不大个儿，一看就是回家。应该咱俩合张影，让他拿我手机。可以啊，行，没事，你开吧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真荣幸。哪里？花市当年什么样子？当年各种就老北京小胡同啊。他那个原来那点做花卖，最早卖花，后来做那种绢花什么的，绢花那个布的那个、是吧？对，那好多布衣的厂子。我上学的时候学工还做过那个呢，绢花、真的吗？做那个江米那个什么，还有卷绸子什么的。做过那个。那个胡同特别窄，我姥姥家那里特别窄，那个车子两个不能过不了。棉花上二条那叫是吧？走。现在老北京的小吃哪还多呀？哎呦，在哪儿都多呀！我怎么都找不着，都在南城吧？对，北京小吃就是南城。到北城好多你聊这个他都不懂不知道。对对。那我们走了，拜拜。我们得到那边，好吧？再见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谢谢啊。